那我是功夫者网络技能大赛第12选手，我叫一门喜，我来浙江台州，我的比赛项目是双截棍，希望大家多支持我。第12选手。第12号选手丁文琪，是浙江台州武术协会二级院三段，浙江台州双截棍协会会员一代，业余教练，曾被中华鲁杯挑战赛邀请过，是浙江科技学院双截棍协会会长，本人习棍2年半，专攻凌云分，请大家多支持我。